Hi everybody, I'm back working. Today we're gonna do Mech Design. 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我这个机甲设计的一个制作过程啊。刚才呢就不要理了。直接切入主题呢，我现在是做了一个草稿，然后在草稿上做这个贴图，然后用贴图来制作整个大的一个过程。其实作画方法有很多种啊，所以我现在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贴图来做，虽然用贴图有一点点小的麻烦，那麻烦在于就是你要贴的完，你要贴的好，还要贴的符合常规，然后贴的舒服，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啊。所以呢，你不可能想贴图的话，你不可能乱贴吧？你虽然都已经画出这个草稿，所以还是要完全按照透视来做这个贴图的。所以这个关于贴图呢，还是找素材其实挺重要的。找一大堆素材，其实能用的，也就那几个，所以啊，你就所以在贴下贴上去之后觉得不行，然后再把它删掉啊，就这样，就花了很长时间。这里面我也没什么很太多想说的东西啊，主要的还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做的，然后然后就多听一下歌啊。这个好不容易让这个画面跟那个 BGM 同步，这我也是搞了一晚上啊。其实呢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这个里面的这个 dubstep， 还有这个 techno， 还有其他的一些，但主要还是每天都来回听电子音乐啊。俗话说，一天不听 dubstep， 浑身难受啊。是 push the double step， 好吧，不要这么认真啊，其实他们分的不是很清楚哦。
告诉你，我是因为找不到图层而出现这种鬼畜的效果。现在呢，应该是这个基本的大效果已经做好了，然后呢，就开始添加一些细节，比如说那个一些标签啊，然后在摇头晃脑呢，能摇头晃脑的人已经领悟到了这个 double step 的魅力啊，好吧。说实话，现在呢是积极推动中国的这个电子乐的这个发展，所以我之前做的很大一部分视频基本上全都是用这种 two step double step 来作为背景音乐。所以说我也是专注电子音乐三年了吧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电子音乐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啊？警察叔叔坐在里面，这个可是我找了很长时间来找到的，因为实在是不想画里面那个人物，所以我就在网上找。找了很长时间，终于啊找到了这个握着方向盘的这个啊警察叔叔啊，这个很奇怪，这个制服应该是警察叔叔吧。但是你别说啊，如果我这样说，这个方向盘用在这个机甲上，它是有万能摇杆的这种功能，我说你还说我不科学吗？现在差不多基本上已经完了吧，所以
那现在呢，就大家有兴趣呢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关于这个机甲的故事背景啊。现在就是已经出现了啊，这个哈尔滨军工研究所研制开发的这个工程机甲，这个夹钩呢是可以更换的啊，更换成其他的一些东西。关于这个故事背景啊，这个非常残酷啊，我是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啊，哈尔滨是真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城市来着。这个呢是之前做的一个南京警察局的一个机甲，黑白色调的，然后就这样了。这些是之前做的这个飞船的一些设定了。都是直接画呀、然后其实我有很多画都是直接拿这个套索来画的，因为我觉得画用套索的话比较干净嘛，做出来效果。所以我觉得草图的那种感觉，其实我是很爽。大家可以去搜我的名字，然后看一下我的其他的一些、做的一些机械的设定啊。这个明日边缘的海报，就很喜欢，所以就赶紧就临摹了一遍，到时候就去看吧。阿汤哥，这是我的微博，我是不会说我要干嘛的。现在基本上就完成了，谢谢大家观看这个我的这个记录视频啊，然后我会把那个里面这个视频用的 BGM 三个歌啊，然后列出来，大家可以去下载，然后就是谢谢大家分享啊。刚才咽了一口水，我靠，好，大家再见。